好，来，现在开始摄影。开始讲。好，现在蔬菜的话很单纯，就是100公克就是一份。那我要准备200公克，100公克给生的。我们烹煮之前，先用高丽菜。好，谢谢姐姐。这边可以吧？可以。这隔离伞嘛，我就随便切嘛。这个我买的是，我说别人的。我买的这个，这个是昨天我买的时候就买的比较差的哈。我的什么？要。要所以我说要吃菜餐。要100哈。我不如先给大家看蓬松的感觉。对，因为各位都是家里的第一把好手啊，谢谢妈妈这边。放生寄给我们那边，我是哪边便宜哪边买。我这感觉好像夜市在叫卖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昨天买的都是买那种特效的，要多几把哦。